老公，你这是在干嘛呢？我装水管呢。你还有这个技能啊？我咋不知道呢？网上学的，应该没问题。真的假的？要不还是请个人弄吧。请人不花钱啊？哎呀，你甭管了，我自己慢慢弄的。行吧，那你自己慢慢捣鼓吧，我带水果去了。都塞裂了，应该可以吃了。看着还不错。哎，太酸了，我还是再淋去吧。老公吃梨吧。我不吃了，留给宝宝吃吧。对哦，我得赶紧去接宝宝去了。哎，去。学霸，今天在学校好玩吗？学校不好玩。不好玩呐？那你今天在学校乖不乖呀？不喜欢。你不乖的吗？走走走，上下读吧。